唐山首家难度制造的早市羊腿，制作工序多达17道。为了把这道菜做好，严选走路羊腿，祭出老丈母娘专用打狗棒、串皮钢针，用力敲打。紧握羊腿后腱，将在环中、汗沟、羊网进行523次穿透，手法刚柔并进。撒上秘制涂料，201次早市连环拍打，揉、拨、压、推，手法进行简易按摩，充分吸收后，需放精铜玉米，把手乾坤八卦炉600度高温内。快点走，快点，快点走，一边去了。密封烤制4小时即可出炉，肉里流汁。惹得饿虎群狼咆哮而至，食欲惊涛，万雷惊溅。